整个暑假都没上班，对啊，就是都在家里。那时候就是省吃俭用啊，我手机料都很挖到来先挖，所以我都先针对差不多我调查差不多200户的家电，先来做我自己的纾困。你好，帮您上一下海鲜灌汤包，北菇蒸滑鸡。啊，餐点都出齐了，谢谢。下手溜溜，就予人客目真熟手。做摒扫的工课，经过确实。现在读大学二年的小茹，逐天下课了后，就到港式印地餐厅来拍工。伊这份算点钟的收入，是厝内底经济主要的来源。国小啦，就之前就是可能做那洗碗的，对了，有做洗碗，然后后来国中才开始有在火锅店上班。然后后面最稳定的就是再过来在这边。小茹的父母离言了后，尤宝清家己一个人，且用三个兄弟姐妹。弟弟有萎缩症，需要医疗的设备来维持性命。小茹和阿兄自细汉就咧拍工，都是想要改善厝内底经济。但是疫情拖小这两冬，做只店头唔是停业，就是甲工时减少。整个暑假。都没上班，对啊，就是都在家里。那时候就是省吃俭用啊，就有剩下的钱，就是我们家人一起用嘛，就是买就多买一些菜，然后就是补，就可能去找便宜的菜来买啊，这样子。学校若是有工课，伫咧学校伊嘛做事，下课了后则阁去第二个所在来拍工。像小茹这款的囡仔，伫这个餐厅就有十个，三个是高中生，七个是大学生。有的是放假时才会当来，啊，有的是下课了像 AM， 较晚倒来安尼。啊，有的人像大学生，伊的课可能会补较济，啊，阮就会排透早来上班。每一个拢做认真的啦，对啊，所以讲公司会当互因加寡时间上班，阮就会尽量安尼。另外一个出身台鲁阁部落的囡仔小新，伊是读大学一年的，厝内底有六个兄弟姐妹，自细汉就是由妈妈来饲养，为着要减轻妈妈的负担，并且照顾破病的妈妈，不断咧找拍工的机会。因为伊逐工就爱做四点钟的工课，才有法度来付厝内底大大细细的开销。但疫情退烧了后，这款算点钟的工课是愈来愈歹找。客人会很少，然后可能店里的员工也会慢慢减少，所以就我之前从另外一个公司辞退。是这份收入对家里很重要。嗯，因为家里现在妈妈生病嘛，然后没有多的费用可以去支付她的。医疗费。小新自细汉就受到社福单位的帮助，有闲的时阵，伊会去到整理物资，再搁甲民众馆的故事册送到部落的囡仔因需要的所在。差不多一半的囡仔吼，拢有打工的经验，啊，打工的类型就足济，像讲有的去共洗碗，啊，有的去共烹菜，啊，有的去餐厅打工，有的就去便利商店，吼，啊，是讲有的去人个做田的去共倒扣迄落农畜菜。啊，去做，也是讲有诶去工地，吼，去工地去共做土水，去倒做小工，即拢有，吼。啊，咱诶疫情期间，阮着听着足侪囡仔甲阮讲啊，老师，我本来吼寒假、暑假我拢会去打工，打工诶钱会使做我后学期诶生活费，即卖着迄无迄个工课啊，无迄个课啊，吼，啊要安怎？疫情之下，敢若是家父基金会服务的家庭，全台湾就有超过9000户弱势家庭，因的生活受到冲击。当中有92%的家庭是一个人负担全家的生活，64%咧做临时工。伫咧花莲地区，高中生和大专生有一半的囡仔，拢会去拍工来负担家计，也阁有立家己的学费。咱这边的工作形态有介济，比较多就是零工。啊，你零工你拄到疫情期间，伊就无法度做。像咱这边有足侪家庭，伊是咧伫
伫饭店、民宿做清洁打扫。伊个时间，民宿其实拢无好多有人客，会用接人客，所以等于讲伊就是暂时就是无工课。花莲家父吉南救助金发放的金额，过去达当大约伫50万到60万之间。自从是一年，因为疫情退缩，今年发放的金额就一捆啊增加到340万，是过去的6倍到7倍。有一阵家庭，伊是借在这个边缘，伊就是讲，伊无是咱低收入户的资格，咱伊无符合。但是伊阁有生，伊实际上伊有一个人爱带一家伙，反而是这部分的家庭需要政府。也用够推动一些政策来帮助你。那你们鸡蛋糕怎么卖？一份40，有6个。有6个啊？对。今天有什么口味？今天有巧克力。鸡蛋糕一份40块，因为无法度负担租金，干来当伫家己的门卡口来摆摊。我着囡仔爱顾啊，无顾囡仔，因为这边的华人的工课拢是自由业嘛，就无法度讲。去上班，那上班囡仔都顾袂着，就想讲就做这蛋糕。不过行啊内底无生意，加上两家欠款，一个月赚无2000块，这款的收入和小伦的妈妈一定要想办法出去赚钱。鸡蛋糕就无啥生意啊，拄好这边若是有订单，会让我们加减赚一点钱啊，像少囡仔若有食，若有迄款的房租，较无迄压力。社福单位伫咧疫情期间开班教人车衫，唔若教妇女车衫的功夫，搁帮因来接单应工课，互困苦的家庭加一份收入。而且团体生活，大家做伙开讲，共同完成作品，会当互相帮衬，减轻心头的压力。海马啊，然后小乌龟啊，还有这个什么曼坡鱼啊，然后最近我们做的这个花，多肉植物的，都很可爱，都很想学。它是比较短的护底花，剪比较短的，因为原本护底花比较开。你家要有想象，讲你要怎把这物件做甲呢？敢像大自然呢做活哈？基础技巧就是讲先予伊熟练机台，你爱知影安怎撑伞，安怎使用，安怎控制伊，一点就一点，两点就两点。布艺师平姐啊，过去伊的家庭经济有哪无好过？囡仔即马请养大汉啊，会当小休喘咧。伊是裁缝班资深的前辈，个性真开朗。我鼓励，当初我嘛是开始嘛是赚无啥物钱，就是你家己，你若有肯做，想要学，我拢会甲你教。你剩的就爱靠你家己啊。它可能是一个布，但是我们把它做成像花，做成像一些些的植栽的组合的时候，它可以变成一个让丰富你家里生活的一个作品。那其实，在做的过程，我们的家长也得到很大的疗愈力。米跟油，然后妈妈，你记得回去的时候要那个给它盛装箱。彩虹一天长拄好咧发物资，依照热情的名单来发白米、面、沙拉油、肉珠啊，连红个的牛奶粉也有。真侪长辈拢骑奥托拜来领物资，有的阿公阿嬷已经无法度阁出门去赚钱做工课，煞阁有囝儿事事爱因照顾。好佳哉有国家的善心，甲因的家庭斗强调咧。拢有，逐项拢有得有领着安尼啊。哎呀，米啊、面啊、啥物卫生纸啊、啥物花啊，拢有啊，靠补助尔。哎呀，阮头是加减有做一丝仔菜啊，种一人个朋友个地，互伊种一丝仔菜，罔家己罔食啦，拢爱煮互孙食啊。啊，我着三个孙，甲我甲阮头个两个人。还有无？这个，你来先。好。米记得要装一下哦。我就提供较济迄啰生活的物资，比如讲
米啊、油啊，也是讲一寡罐头，互伊讲本来爱生活爱去买的即个费用会使省落来，爱欠落来就会使做囡仔其他的费用，其他需要会使纳厝税，会使纳水电费。华人的家庭有70%左右拢是单亲加隔代教养的，就是阿公阿妈咧带孙，嘿，阿公阿妈带孙啊，佮有咱的迄个单亲的妈妈，所以其实厝里吼会使斗三工的人拢较少，嘿，啊。无啥物人会使斗相共，啊，佫无收入、无工课，所以因个困苦是真正是会使想会到，吼，就是阮就尽量为即个部分来甲即个家庭斗相共。面对熊熊炭烧的疫情，偏乡的社福机构也全部拢动起来，普通时啊就有咧做个拜访、探视的工课，更加是袂当减少。就是我们等一下去看他阿妈，他说他开刀完之后就是都不太能站，所以可能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他的状况，是他现在的恢复的情况怎么样。买家这几年来的经验写作报告检讨，转型后新入来的社工。因为疫情它其实现在是起起伏伏，所以我们还是会有机，还是有机会，可能如果接下来一样又到三级警戒甚至更严重的状态，那我们怎么样要协助家庭做这些因应？办公厅的社工嘛，每天都接到很多电话卡进来，不管是说我们本地服务的家庭，还是我们都没有服务的家庭，就是求助电话，就一直都卡来办公厅，所以一度开始社工嘛是感受到讲有一种比较急迫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启动了这个我们自己的救助的补助计划。根据世界展望会的统计，伫咧疫情期间向社福机构求助的家庭增加50%，目前仅仅伫咧东部地区助学金就欠90万以上，需要各界来协助。阮第一时间吼，伫政府还袂启动纾困时阵吼，阮就先把遮个家庭先找出来。特别是遮家庭，伊可能阁无政府的补助的吼，因为无收入了，都系无法度来生活吼，所以阮就先针对差不多阮调查差不多200户的家庭吼，先来做阮家己的纾困吼。逐个月吼，阮就是用另外的补助吼来支持这个家庭，一直到政府的纾困的方案之外，当着灾难可能无欠缺愿意捐钱捐物资的人，也毋过真的有法度陪伴需要的人来行过这段艰苦路的可能无济。疫情炭烧来了又搁急又搁紧，这款的疫灾若是搁来一遍。政人合作的形态，政府支持的系统，敢是会当更加顺势来运作嘞？